这应该是隔壁小姐姐的快递吧，我们打开看一下啊。我思考了片刻，决定打开这个盒子，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哎，怎么打开快递死了？哎，哇，我每次出去一个就会死一个人，出去一次死一个人，哎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，外面的世界啊。又到好急杀戏，那我们今天要玩的这款游戏呢，叫做寻找家园末日基地。那听名字呢，就应该可以感受到这是一款末日废土分的生存策略类游戏啊。好，那么话不多说，开始游戏吧。哦，新的开始。那我们这次的任务呢，就是带领我们的居民活下去的同时呢，并且找到一个更好的聚集地吧。好，可以看到这边的资源实际上非常简单，上面一排哦，只有食物、水，然后呢一些废料，废料就是建筑用的哦。水呢，它有分成四个等级，一种是咸水，还有一种是被污染过的水，然后呢就是比较干净的水啊，低质量的水，最好的呢就是这种干净的水啊。然后这里呢可以看到市民的一些需求啊，房屋、食物以及水，以及我们用的人口数，现在是15个人都没有事情干啊。那我们首先呢要想建筑东西，一般都是先致富先撸树嘛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先挖这些废料，因为这里面只有一些废料可以利用，这是一个废土的世界啊。好，我们这边呢可以先指派一些人哦，给他拉满吧，最多有5个人在这里面挖废料。上面呢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每天废料产出有多少，绿色的代表呢是可以供给的，如果到红色的说明就是我们缺少了，已经不够了。那我们前期呢就多派一些人先挖废料吧，因为所有建筑呢都需要废料，我们让时间运行起来，时间有倍数的2倍3倍哦。哇，这个云都在动，哎，说明时间现在运行得很快哦。然后我们再给他稍微布置一下哦，这边呢先满足居民的需求先吧，先给他们造点房子。房子的话放远一点吧，放这些角落里面哦。我觉得外面那些地方呢都是有用的，给他造个4-5间房子吧，反正这个房子以后还是有用的，以后有大量的人口就是会到达我们这个地方来了。哎，房子都放在这个角落，不知道合不合适，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都放这里哦。外面这些地方我们都是要利用的，这些空间还是比较挤的哦。好，废料差不多了，那接下来最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水咯，抽水机。不过这个抽水机呢就必须在水井这个位置哦。这块地图啊它只有2个水井，并且这个水井呢它是有数量的哦，就水你抽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就没有掉了。不过后期呢我们是可以解锁一些比较新的建筑啦，一些什么那种捕物网啊之类的东西。哎，是小人过来了，跑好快哦。哎，异乡人抵达，有新的人过来了。前期我们人口比较缺哦，可以先接受一下啊，人满为患。不过我已经提前把这个房屋给他造好了。OK， 水井造好了，我们也丢点人进去吧，直接拉5个人进去啊。另外水井呢，它这边啊，你抽上来的水是要有地方储存的，所以我们得造个蓄水库哦。蓄水库呢，我们前期造一个就够了，我们可以放在这里吧，因为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个水井的，到时候我们要连接过来的，这里面的水呢要有管道去连接它的。OK， 让它去建造着。然后呢这里我们现在人口有点多了，可以派点人去采这些浆果啊。浆果好像是所有生存游戏的那个前期资源，前期食物来源。蓄水库建好了，我们这里呢要点一下这个管道连接，我们抽水机抽过来，然后呢选一个蓄水的地方点击它，这样子就可以连接起来了。不过你这边可以看到有铜啊铁啊什么的一些材料啊，最好的是塑料，它浪费的最少啊，95%的效率。当然呢这跟你管道的长短也是有关系的，所以蓄水库的建设的距离离这个抽水机的距离呢也是挺重要的哦，不然会浪费很多，如果很远的话，这个就比较远一点，不过也没有办法了。那除此之外，这个食物呢也是需要一个粮仓的哦。粮仓的话它有覆盖范围的，最好是这个位置哦，它把3个都覆盖到了，但是我不太想放这里了，因为我后期这边有其他安排哦。嗯，我们放这里吧，因为这一块呢有一块田的，不过这个田呢我们目前还不能耕种啊，需要解锁科技才行了。有了粮仓之后，这边呢这个浆果啦就可以运作起来了。 OK， 那前期水、食物，然后这个材料呢都有了，这些废料堆都有在运作了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得解锁一下科技了。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建筑物呢并没有很多，就这么几个，它是需要不断的去解锁的。我们先来个研究中心，研究中心我们丢在这最后面吧，丢在这里哦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右上角这里啊有很多生病的居民，哎，因为我们现在喝的这些水啊都是这种垃圾水哦，都是那种废水了，所以喝了就很容易生病啊，所以我们优先呢要搞一个医院出来先。医院呢就需要用到研究中心哦，时间我们稍微加速一下。哎，哦，有人生病了，健康问题，看，那没有办法了，还是得搞研究中心了。好的好的，研究中心一下子就搞好了。不过我这边人口还够吗？我就4个闲人嘞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先研究一下啊。医院的话，在生活质量这里，这里有个医疗中心，人越多啊，他研究的速度越快啊。
如果你人口比较少的话，它就研究的比较慢了，它需要护理啊。不过没有办法，你稍微等一下啊、哦，我这边研究呢，可以看到它下面这里有是有进度条的，在科技的这个位置啊、哦，转一圈转好了，这个科技就好了。好，已经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这边呢就造一个医疗中心，也在这边上吧。或者放这边，放这里好了。人口不太够嘞，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调一些出来哦。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调的，不然把这里吧，材料的人呢给他减少一个，放在医院里面，医院目前一个应该够吧，一个让他慢慢医着啊。然后这个研究中心不要空着，研究中心还是挺重要的。不过目前都没有解锁啦，你要出去探索才行哦。我们先提升一下研究中心的效率先哦，不要让它空着。另外这里呢，我们要搞一个远征中心。这个远征中心呢，就是让我们出去探索的，很多图纸啊什么的都要从它这里去探索出来。不过我这边人口就不太够啊，可恶啊！不然从这三个里面每个地方抽掉一个吧，什么材料、水啊。还有食物，这里食物好像不能少哎，食物一少的话就负了哦。但是最少要三个人哎，那材料再少一点吧，材料目前需要不是很大啊。好，我们点这个远征中心，新建一个远征队伍啊，它最少是要三个人才可以哦。另外呢，我们也要给它提供一些资源了。那你鼠标放上去呢，可以看到我们这支探险队呢，每天需要120单位的那个水，它就可以坚持一天。食物呢也是120单位哦，还有材料这里呢也需要120单位了，就可以坚持一天了。如果你想它多探索一天的话，可以多一点材料哦。哦，食物没有很多嘞，那算了，就探索一天好了，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东西了。OK， 等他们整装待发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点一下右边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目前可探索的区域就这边这一个、哦、泥地，右键点击它就可以探索了，他们就会进发了。哎，这个小点就过去了、哦、那我们也不用一直看着它了，回家等消息就行了。他们如果探索到了，会有消息过来的。哎呀，怎么还没有新的人口过来？我挺想要新的人口的，这很多建筑物都空着，目前哦，这房子都快饿死了它哎，好家伙，我们来点一下它看看啊。哦，他有名字哎，并且可以看到他的状态，想喝水，还有他的住所以及他的工作等等之类的都有哎，每个人都不一样嘛，有一点不一样哎，他的外观稍稍有点不同哦，还是不错的，挺细节的。有新的消息传过来了哦，有一些新的人要过来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来接纳他们吧。就这样子，我们人口就可以多一点了。我刚说人口不够呢，哎，一名市民因水污染而死亡，看到头像下方这边有提示哎，好家伙，这污水。可恶啊，这些搞污水的人真是伤天害理啊。 OK， 那下面传来消息了，我们的远征队伍需要我们关注了，我们去看一下啊。哎，他们到达了一个泥地，以前这边呢是一条河吧，应该现在都变成这样子了。这边有一个老旧的船，我们可以探索一下嘛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哦。需要两三个小时啊，三个小时，那我们就回家等消息吧，也不用一直在这待在这边了。看看我新的人口来了没有，还没来啊。人呢，他们来的好慢啊。哎，这边好像有个废料耗尽了，那我多出五个人口的话，那我把目前的资源人口给它增加一些吧，把这几个给它挖掉先啊。多余的人呢派去研究，研究速度会更快一点啊，现在研究速度还是太慢了。哦，又一个资源耗尽了，好家伙，分配不来了，雪上加霜啊，怎么回事，可恶啊。那也没有办法了，看一下我们的探险队哦，获得了500个废料哎，而且我们发现了一个人，挺可怜的一个人哎，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食物或者一些废料，我们废料比较多，有500哦，或者可以攻击他哎，算了吧，给他一些废料吧。这么可怜了，应该没有什么好东西吧，不用攻击他了哦。他这个游戏里面的资源啊都是有限的，可以看到这个水啊，他只剩10000多点那个来资源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食物啊，这些浆果啊，也是同样的哦。它都是有消耗的，马上就没了。等一下，这些，哎，这里怎么没人啊？没人算了，一个采完再去下一个了。反正目前这个消耗跟得上就可以了。OK， 我们的远征队伍呢已经那个了，这边已经探索完了。他目前身上还是有点东西的，我们让他继续去探索吧，去这个校园里面探索。反正离这边很近啊，回家也要这么多路嘛。而且呢，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挺好的东西啊，一个湿地啊。不过这边什么东西还在研究这么慢啊，好家伙，这里人口太少了。废料这边少两个人吧，废料不需要太多，废料已经很多了。研究人口再多两个啊，不然研究的太慢了这个。哦，他这个晚上不工作哎，就白天的时候才会工作哎，好家伙，晚上都回家睡觉了。那没有办法了，等天亮吧。哦，新的人来了，幸存者抵达了，欢迎你们。
而且好像有给我们带来一些资源，不过食物消耗急剧下降哎，但是没有关系哦，有人我们就有那个嘛，让他们去采食物，这食物不就上来了吗？而且我们研究所这里呢可以多点人，以及医院这边也要多点人哦，生病的人好多哦，水似乎也不太够了，这里再来一个水井哦，实际上只有两个了，这两个搞完就没有了，等一下我们得想其他办法搞水了。好的，这个远征队伍又到了这个校园了。到学校了，竟然哦，学校都已经变成这样了。我们首先到达了一个最近被封锁的大厅，在敲门后，里面有个声音喊到：“谁呀？”这些人一定是幸存者，我们应该邀请他们加入我们的社区。不过人口太多也不好了，我们资源现在也不断的在被消耗。算了，无论是谁，别管他们了，可能有点危险哦。我们直接走了，别管他。不过是不是跟他们接触会更好一点啊？我们经过了一个小的建筑群，粗略的翻检之后呢，除了一些褪色的废纸之外，什么价值、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。不过在一个坍塌的建筑前面写着化学工程的标牌，我说什么学校啊？是大学吗？这肯定有点危险吧？我们废料还有挺多的，还不是特别在意这个呢，远离它吧，还是不要冒险了。我目前不是很想冒险啊。这里呢要探索一段时间了，我们这个研究也好了，先回去先。我们刚才是探索的过程中解锁了一个湿地啊，这个是可以把被污染的水给它搞成干净的水了，虽然说是低质量的，但是喝了之后至少不会生病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解锁一下这玩意先啊。哦，这沙尘暴嘛，现在天气怎么这样子啊？好像还没有沙尘暴哦，是沙尘暴呀，这个时间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天气啊，沙尘暴他们工作效率就会低一点了。哎，远征队这边也探索好了，他们已经没有食物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回家整顿一下吧，不要在外面厮混了，先回家。然后他这边好像又给我带来一个新的图纸，哎，我这个湿地还剩 64% 呢。这个社区活动中心，哦，这个是制定法律的地方啊，可以让我们这边更有秩序一点啊。等一下，我先把生存问题先搞定吧，这些先不要想了啊。这个湿地马上要好的，我的人民马上要喝上干净的水了。我来看一下啊，哎，在这里湿地的话，我们就放这吧，先给它建筑着啊。OK， 建好了，天气也转晴了，一切也朝好的方向发展了。那这个湿地呢，它是需要污水进来哦。我们点一下这个连接，上面呢这里是可以把这个污水给它连接到这里的。我们点一下这个之后呢，再点一下输入的地方，选择用塑料吧，效率高一点啊。好，这样子它就连接进来了。它有个进出口哎。哦，如果刚才位置放好一点的话，它那个效率会更高一点是吧？然后我们转换过来的水啊，也是需要一个蓄水池的。它的入口好像是在这个位置哦，好像是这样的。这个地方是入口，我看他这里是从这边进来的嘛？哎，不对，好像是这里啊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他了，随便哪里哦，反正就放在边上就可以了。OK， 加速一下时间，好，建造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处理好的水就连到他身上，依旧用塑料啊，实际上就是废料的消耗比较大一点而已啦。不过废料倒不用特别在意哦，目前还是充足着了。我直接连到这里过来，然后我们要派点人咯，来这边处理一下水，并且这边在处理的时候啊。你这里要把分配这个污水的资源给它关掉啊，不然他们会喝污水的。哎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哎，我这个抽水机咋没人啊？好家伙，这个还空着呢。那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直接链接到这里呢？哎，好像不行哎。那我连接到这边，先来这里存起来，再转到这里啊，行吧？也不是不行啊。OK， 这样子我的人民就干净的水喝了，这个低质量的水就可以提供给他们了。那目前这样子就可以稳定发展了。哦，对了，远征队伍回来了没有啊？哎，还没到家。这个远征队伍要不断的探索，不要忘记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新家园啊。可以看到右边这里啊都是有水的哦，所以我们新家园呢可以往这边走啊。最重要的还是水资源了。它这个游戏啊到后期这个管道系统啊还是得好好研究一下咯。不然我就这么几个就绕来绕去了，再多一点的话应该挺复杂的哦。哎，我这边科技好像研究好了，还有什么东西要研究的吗？提升一下这个湿地的效率，产干净水的效率要给它提升起来，不然大家是不够喝的哦。它每天消耗还是挺高的。好的，天马上又亮了，可以看到它这边的时间条啊。到这个黄色的地方呢，大家都会开始工作。一到晚上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去休息啊，时间安排是挺好的。哦哟，我这个快没了，这个消耗的很快，这个也快被采完了。等一下就剩这边一个了，这个咋整啊？大家等一下没饭吃了呀，一个资源又被耗尽了，吃的一直跟不上，那没办法，这边还是得搞个粮仓，直接放在他屁股后面啊、哦，这样子效率更高一些。然后呢，这里给他踩上啊、哦，嗯，我的远征队伍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我还等着他出任务呢，这个臭小子啊！这边再研究点其他东西啊、哦，提升一下蓄水池的容量吧，没什么好升的，乱点了。远征队伍到哪了？
好家伙，远征队伍早就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他们没回来呢。臭小子，派他们去干活。这次呢，他们就可以喝干净的水了，给他多带一点干净的水啊，全都给他带走吧。食物倒不是很多，反正多出去几天吧，材料也多带一点啊，出去个三天吧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走，让他们准备一下物资，就可以出发了。这次的话，去农场这里，去农场这边好像就可以解锁那个了。我们这里有块地的，去农场这边就可以解锁这个科技了，到时候就可以种地了。自古在一天的辛勤劳作中听到一个巨大的撞击，随后是痛苦的嚎叫啊！有两个人受伤了，好家伙，两个人凉了。哎，不过没有办法了，大家的心情变得有点不好嘛，幸福度还是挺高的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现在条件很差了，大家只要能活下去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家里就这么有条不紊的发展着，人口什么东西都差不多刚刚好吧。资源也有限哦，就慢慢在这边踩着先啊。接下来就看远征队伍这边了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啊？它这个加速时间还挺好的，就是你一有事件发生啊，或者怎么样啊，它马上就会暂停了。远征队伍到达地点了，让我来看看，在热浪来袭之前，前往农场的旅程已经开始榨取我们的能量了。总之就是很热，是吧？但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，得给他们多喝点水了，但是会消耗比较多的水资源就是啊，但也没办法，不然就要死人了，我感觉哦。远征队伍还是挺那个的，挺可怜的。因为其他人晚上都有休息啊，他们晚上都没有休息的。到了到了，故事中这里的土地应该是湿润肥沃的，但此处地面开裂，总之世界就变成这样了呢。现在大家都精疲力尽了，就在这边休息一个晚上吧，先休息两个小时先啊。哎，找到农场的那个了， nice 啊，我们总算可以种田了，赶紧回家研究一下啊。不过天还没亮啊，这边可以种起来了，不然等我们最后一个这个坚果啊消耗完之后啊，就没有食物来源了。时间这边可以加速一下，这个坚果也快采完了吧，就1000多了，马上就要没了，不然再不种地的话我们就没有东西吃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会计啊，太阳的高温已经难以承受哦，我们的水快没了，还是找水的问题啊。好家伙，等一下吧，问题太多了，得找水资源了，稍等一下啊，等我安排一下。那这医疗中心还在研究着，我先去这里看一下。这个远征队伍呢还是有一些资源的，我们还是可以走啊。尖尖俱乐部购物商场吧，去商场看看啊，有没有水之类的。然后这边加速研究一下，赶紧给它完成一下。 OK， 接下来赶紧研究这玩意啊，农场研究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种田了，未雨绸缪。哎，不过我这个水资源这个都没了吗？天气变得很热，消耗得很快呀，好家伙，这个咋整啊？不是消耗得很快呀，就是这个天气啊，水会蒸发掉，每天扣1000多的水资源，这个咋整啊？不行了，就看远征队伍了。我们在家里苟活，这个远征队伍在外面探索啊，希望啊，我们的希望。农场研究的稍稍有点慢哦，马上要好了，100100，哎 ，nice 啊，100了，赶紧这里给它种下去哦。哎，搞个农场，就这一块地啊，全村的希望。粮仓刚好可以连接到啊，不过水资源的话，应该是要到这边分配过来吧，分配到这个农场这里啊。还是用塑料管啦，我们材料不缺，运水的效率会更高一点哦。用污水灌溉就行了，不用用这种净化过的水哦，不然很亏的。哎，又有个资源耗尽了，什么东西啊？让我看看。哦，这个食物没了，还好这个农场已经搞起来了，这个也好了，我直接刚才那个人啊，采坚果的人直接可以分配到这边了，这个太行了，本来就是干这份工作的，让他们种地应该也算是那个专业对口了。农场的效率什么可以吗？产量可以搞一点哦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高温天气水的问题了，看看远征队伍这边有没有得到什么好东西吧。就在商场出现在地平线上时，我们的一名队员突然倒在地上啊，肚子很痛，可能中暑了，他体内有什么东西折磨他，也许我们可以将他铲除，搭建一个营地吧。我们资源目前还是挺充裕的，搭建一个小营地想让他休息一下啊。他们这么辛苦啊，不要让他们那个了，受罪了，稍微休息休息吧。哎，死掉了，好家伙。哎，我早知道把你肚子给剖开了，可恶。难道我做的不对吗？有时候不需要太仁慈是吧？商场里面有很多尸体了，我们可以摸一下他们身上有没有有用的东西啊，应该没什么有用的吧。现在除了吃的喝的还有什么有用啊？也许他们身上有一些什么虫子之类的，还是别摸它了。哎，找到了，在搜索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我们遇见了一个小亭子，其货架上依然堆着许多杯子和瓶子，水管连接到地下某处的水龙头，虽然已经干渴，但其过去的作用很明显，我们花一些时间研究这些水什么分配系统啊。OK， 水分配中心有了。
不过好像要研究哎，我们这个队伍呢，先给他安排去哪里呢？去这个科学博物馆吧。他们在外面探索的过程中，应该也会搞一些资源吧，不然我们单单带出去那些好像不太够用，都好几天了。哎，不过他们都生病了，算了算了，先回家，先回家啊。先不要出去了，回家养病哦。我们现在人口不是特别多。OK， 什么水中心给他搞出来先哦。难民抵达，哎，怎么又难民啊？我不是没有接纳吗？哦，我可以拒绝他了，但是毕竟也是点人嘛，给点过路费吧。我现在水很缺，搞点水，搞点食物也不是不行哦。但是他们有点不开心啦，不过都这个时候了，农场研究好了。农场现在效率更高了一点啊，我来研究一下那个水资源，水分配中心，分配被污染的水，低质量的水，净水，效率比储水库更高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先研究了再说，先研究再说吧，研究速度只要5个小时就够了。不过话说，远征队伍已经又回来了嘛，他们速度好快哦，再搞一个远征队哦，再派3个人。给他们喝干净的水，吃好吃的食物。这次我们多搞一点哦，让他们在外面待3天。这次的话，我们去科学博物馆吧，这边离海边更近一点，而且有水，我感觉会比较适合生存一点了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找到一个新的家园嘛。好，哎，我这边还有个闲人哎，哎，我这里竟然还有闲人啊，赶紧干活去啊，臭小子。这个水分配中心到底是什么？放在这里啊，看看是什么。这里水比较多一点啊，让它建造着。什么东西啊？水井枯竭了，完蛋了，我们的水井全完了吗？绝望，大家知道没有水啊，他们、太绝望了，给他们发点食物或者什么，让他们不要那么绝望啊，给你们来点嘛，反正现在食物也不少嘛，经过我合理的分配啊，这些都很合理。这里我来看一下啊，搞个人进来先哦，然后连接一个水库过来是吧，它会分配的更加合理一点啊，我也搞不太懂了，总之它好像有点厉害，就是会分配水，难道我就不会分配了吗？农场的效率再给它升级一下啊、哦，食物基本上是够的，接下来就是水的问题了。远征队伍又来消息了，去看一下什么东西啊？他们已经到达科学博物馆了。哦，礼品店的门口看到一个盒子啊，上面潦草的涂着特殊礼物，是这个特殊礼物，这应该是隔壁小姐姐的快递吧？我们打开看一下啊。我思考了片刻，决定打开这个盒子，让我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哎。怎么打开快递死了？哇，我每次出去一个就会死一个人，出去一次死一个人，哎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，外面的世界啊，不要随便打开隔壁小姐姐的快递啊。不过有一些人呢、我不需要人了，接下来啊，继续前行啊，人太多不太好了，人太多养不活啊。哦，找到那玩意了，找到这种从空气中收集水的技术了。就是那种捕雾网嘛，在清晨的时候啊，雾会凝结啊，你放一个网在那里，那个水珠就会落在那个网上面，然后你就可以把雾给它收集起来，这样子是我们另外一种取水的办法了。那这边的任务完成了，我这个还能行动吗？状态都应该挺正常的啊、哦。那行吧，去这个豪宅看看啊、哦。走，我们回家布置那个塔去了。不过目前一切安好呀，也没什么太大的需要啊。算了算了，研究一下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挪用物资啊，把下面好多消息哦，什么资源很多都耗尽了耶，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批物资了，如果不能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就挨饿了。有人偷物资，原谅他，原谅个屁啊，这个时候大家都快死了，你臭小子还敢挪用物资啊，没收他的口粮，哎，打死你不错了。哎，一名市民因最近的事件而死亡，好家伙，真的被人打死了，不是我干的、哦、是你引起公愤啊。远征队的消息再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豪宅吗都破败成这样子了，进去看看呗，消耗一些材料，到四处先侦查一下看看吧。这个塔马上要好了，来160的资源就可以了。哇，这边人口这个东西被消耗完了咯，这个废料被消耗完了，我再派点人去采废料，这里也消耗完了，那我人口怎么才多出来6个啊，刚才死掉几个，这边废料再搞一些吧，不需要太多人了，派2-3个人就够了。然后其他人呢，到这边进水吧。这个塔，哎，这个塔是不是得放在这些附近啊？这边放一个啊，它应该是要放在蓄水池的边上啊。这边蓄水池呢已经连了2台抽水机，它只能再连一个了，再连接一个这个就够了。然后这个蓄水池是干净的水，这个污水接进来不知道合不合适呢，算了不管了，这边再来一个，不知道能不能连到这里面来，它就不能靠太近了，这片区域被它收集完了，如果你放很近的话效率就很低啊，如果你放远一点的话它效率就高一点啊。这里放一个，等一下这两个中间可以放个蓄水池啊什么的，其他地方也可以放起来了。不过这个水利工程啊不是特别好搞哎，这里放一个，这边也放一个，到时候中间也可以放一个那个蓄水的，到时候管道给它连接连接起来。哎，
一名远征队员又死了，好家伙，这好容易死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可恶啊，都死光了。好在里面有人，我怕人都死光了，去楼上看看吧。反正来都来了，都死一个人了，不能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就回家啊。哦，就一个老人嘞，他自己一个人待在这里，他家人都死光了。行吧，看看这个老人有给我们什么东西啊？嗯，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是不是解锁了什么东西啊？这里都没有开始研究了，好像并没有啊。远征队一直没有升级过，应该先升级远征队的，他们一直在外面工作。哎，这个塔我们得给它连接起来了，连接到这个蓄水池里啊、哦，用塑料管，这样子看我们就会多点水了。每天虽然说只加195，但这个水是源源不绝的哦。另外这几个塔呢就不太合适了，怎么搞呢？在塔两中间建个这个水资源分配的啊、哦，到时候这边呢都给它分配起来。这个远征队我来看一下，哎，好家伙，找到三口了，走吧。这里好像就是那个新的那个叫什么，我们新的家园了。这边离海边很近哦，应该是有水的，马上要到了，过来看一下先啊。哎，好了，远征队伍沿着山间的小路前进时，听到远处有轰隆声，声音逐渐变大，有什么山体滑坡。哎，这个远征队伍就剩一个了，来清空道路吧，需要花两个小时时间，两个小时一闪而过。好家伙，最后一个也死光了。哎，这不太行哦，这不太行啊，全军覆灭。我还有人去远征吗？我现在各方面都还行啊，我觉得可以在这边生存下去了，不要去远征了吧。就是水目前还有点消耗而已嘛。水的话，我在这中间再建一个那个玩意就行了。水资源分配的哦，竟然下雨了。哇、哦，这鬼地方还会下雨哎，这我就不缺水资源了吗？水井里面会不会？哎，真的有增加哎，这里面不断的在增加水啊，这可太行了。我这里都给它连接到这边先。哎。这个竟然不能连接过来啊！可恶啊！我得造仓库了。它这个分配中心只分配用的，摧毁了。可恶！要造这个蓄水池才行了，然后把这些补物网连接到这里就行了。这样子我们水哎就负31了，下面再连接起来就完事了。这边还有两个啊、哦，都给它连接起来。好，水资源已经正了，我可以在这边愉快的生活下去了，不找什么新的那个了，这里就很好了，这里就是天堂。哎，不过资源不太够了，上面都是绿色的，大家都很开心，34个人可以人生人不断的生人。嗯，土匪斥候完了，这鬼地方不仅仅是资源的问题啊，虽然我说我把资源都搞好了，算了算了，还是得走。你们多带点水哦，这次哦要好好的活下去，知道吗？哎，都已经带满了，最多1200啊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土匪要来了，赶紧跑吧。可能是我们这边太富裕了。哎呀，不太行啊，这样子，走吧，就最后一个这个山口了，13个小时就能到达，我们快进一下啊，3倍速啊，完了，水耗，有人故意破坏水箱，哎，好家伙，非常的可恶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人破坏水箱啊，真该死啊，赶紧跑吧，我们找个有水的地方去哦。不过我现在市民需求呢都挺好的，就大家幸福度也挺高的，马上要到了，到山口这里了，来。上次只有一个人哦，就活活的被耗死了。这次我们有三个人，完完整整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哦。穿越山区的旅途漫长而艰辛，在经历过无数次强行军后，一部分队员希望回头。哎，都到这里还回头，我这个资源这么多哎，全满了，你回个屁啊！不准回去啊！再往前走，再走一个小时就到了，真的是一个小时都坚持不下来嘛。哎，大家有点不开心了。当山路开始下坡而不是上坡的时候，我们几乎都要放弃了。不要放弃啊，希望就在前方啊，好吧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哎，哦，总算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了，城堡室外的世界。这是我们最开始的营地嘛，中间有个坑哦。哎，是的，就是我们最开始的营地啊，这里。哦，胜利了，不过才完成了 51%， 怎么回事？解锁了第一部分无尽模式啊，可以一直玩下去哦。1到2章的故事模式呢也解锁掉了。它这个无尽模式啊，后面可能有土匪啊什么的各种事件啊，第二部分敌人啊，算了吧。哦，中间还是个坑哎，为什么这些地图中间都是坑啊？是不是都是经历过那种战争啊？那种可能是哦。哦，虽然说有水，但是这个水看起来就很脏哎，但是这边至少是有水了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哦，第二个避难所这边有海拔嘞，有一些新的玩法了，这个地图就大很多了，这边有耕地啊，这边还可以造水车，哎哎，这就很好了，感觉至少比上次好吧，资源呢也相对来说会比较丰富一点，耕地就好几块呢，可以可以。不过呢这期的时长比较长了，咱们就先玩第一章好了，有机会再给大家做第二期内容啊。行吧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，那这是阿西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